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今本日的节目以中文播出，字幕由阿拉伯文、周乐文、又称为越南文、博加利亚文、中文、捷克文、英文、法文、德文、白印度文、匈牙利文、印尼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马来文、蒙古文、波斯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唐扎普尼、罗马尼亚文、俄文、西班牙文、老泰文。欢迎闭门后美好的观众，我是来自新竹的麦强。新竹位于浩瀚的台湾，台湾又称福尔摩沙。台湾福尔摩沙是一座小岛，遍布大自然的神奇美景，北坡天气流、富山、远处名村、绵绵的山峰、美丽的瀑布。老雕刻景色的美丽，中部天气油一内列的美景，台湾福尔摩沙南部是本土著名的文化中心，此前仍然保有许多早期移民处地此地时的传统。台湾福尔摩沙的文化多彩多姿，来自不同背景老地区的人，汇集此地历史多桑的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老日本人，以及满来的中国大陆移民，全部都对台湾福尔摩沙的发展贡献良多。客家台湾福尔摩沙留中国大陆文化融合成一座丰富又多元的文化留沙会，无论是宗教建筑也是语言，台湾融融齐全。我就当欢喜为你简单介绍这座美丽的岛屿台湾福尔摩沙。我就跟人民祈愿，上帝赐予你满满的加持和恩典。青海无双石，三十多年来，以神圣的教理照亮世界。一位完全开悟的名师，传授观音法门，帮助渴望的求道者，时刻开悟，日思解脱。所有开悟的名师，都受观音法门、弟子佛陀、耶稣基督、先帝穆罕默德，祝其平安。老古鲁那那克。他强调，而你只要时时想念上帝，为他人无私奉献，遵循宇宙律法，将达到人类最高高位，了悟到多祈求的目的，侵害无双时，慈悲为怀，替非凡的差事典范，经常演出难民加油。在民老需要帮助的人，本其物质老经济的演出，以爱心妇女祈祷。2006年，
基佛班布施佛品奖四奖等同东方诺贝尔佛品奖基作业的人托三行多年来佛班无数奖项博得四年无数的赞誉基吉利为通会发生提倡佛品爱心给出佛认识基更加喜下分言希望人类项目众生给神圣替作佛品回放给存书世界通过老人类共存共荣基于各种方式冲突存书神法理智共法传达你妈做得现在安样的神法充实爱家国际连锁存书传堂无声时天使台其他经常服用政府老媒体两头人并参加气候变迁思想会议无论市民是不是有经过其努力让向市民之际分享人们现在三代动物的神法并奉行慈悲之道天下将能永久太平救地球免于气候变迁青海无双时多年来逐渐遍布全球从美国到非洲欧洲到太阳洲对太宗老几的土地开始共建数百场介绍各种人生的主题今本的游行为你播出其中一种未知的开始师徒之间节目认识七家的未来认识职业1999年12月31日以中文开始以泰国曼谷你们有没有准备了他们的问题吧赶快念出来弟子啊曾经爱到某一位师兄并且相信他已经修行到很高等级因此在此位师兄有困难的时候弟子曾答应他无论遭遇什么困难一定尽力帮忙但事实上证明他的看法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师兄后来不是很高的修行等级但是因为他已经当初发下这个诺言这个诺言他没办法放得下然后弟子现在也收回当初的诺言此位同修以前没有办法在人群中共修而我现在也有相同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什么意思他现在就是跟人群合不来他男朋友以前这样然后他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那两个一起出去合得来吧就是这样而已那他答应给人家帮忙帮什么忙呢你能帮忙就帮不能就算了嘛OK 因为你以前答应的时候是认为他高境界嘛 OK 那个是那个诺言是没有那个抵押了那个诺言算了还喜欢他就帮他忙而且他也不怎么需要你帮忙需要吗不需要那何必那么多余管闲事师父在修行过程中与很多人的关系都疏远了主要原因是我不想批评什么事情而许多人都很喜欢说人是非因此我很难和他们聚到一块所以人际关系也就疏远了这种情况好不好不好如果好你就不会问我了算了嘛你不能自己改变自己不能跟大众跑你自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因为这样你才是你的
如果跟别人一样就变成一块了，嗯，你不喜欢就不做 OK， 觉得不舒服是 不够道德就不用做了，没关系啊，嗯，没有人缘我们跟佛缘就 OK 了嘛，嗯，人缘不怕，怕没佛缘，嗯。谢谢同志们，谢谢欣欣，我就要看你们这样，你们知道师父有直接问你这样子，因为怕那个口音太差嘛，我们就会拖很远很远很久，而且没有空，嗯，即使你讲到明天我大概不懂还会不懂OK， 外面跟里面不一样呀、yeah. 师父好，我的观光还不错，但观音却自印心以来一直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不变，在周围非常寂静的时候，好像头顶上在很遥远遥远的地方有很弱很微弱的音乐声，但我始终无法使其音量变大，我该怎么去掌握这个声音呢？掌握声音，那无形的也要掌握。OK， 这个声音哈，我们不要掌握它，而且我们要注意它。OK， 注意听而已，不要跟着它跑啊，不要在那边分析它从哪里来，然后我会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一用头脑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会减小，因为减小是声音它不会跟容量啊，跟洪量。知道了，单纯听啊，跟小孩听一样，嗯 ，OK， 嗯，然后注意要集中 ，OK， 嗯。师父，我感觉自己的心很冷，每次都没办法关心别人，打坐入定啊很困难，观光几乎没有什么光的体验，观音也只是一直停留在听到一种固定的声音，三四年来没办法突破。感觉打坐，比较枯燥无味。真的吗？那你何必苦呢？嗯，那就把它出去算了嘛。啊，不打坐这个更苦啊！啊，哎，没关系，有什么听什么嘛，不用执着，不用张卫什么，管他解脱就好了。管成佛干嘛？嗯，我们本来都是佛了。能够有声音就好了 ，OK。不过你们因为专心不够才这样子，嗯，大概工作压力嘛，然后生活比较不很痛快，所以打坐的时候会，如果不闷就是比较空空的，那要多专心一点 ，OK。打坐以前要念五句一阵子，嗯，念默默在里面，嗯。就是观音也要这样子，观音姐，然后你可以放一点师父的录音带，如果能够的话，嗯、啊，你哭什么？我讲不对吗？啊？嗯？为什么哭师父的？哭了，苦闷了，高兴了，高兴就好，哎、啊、呀，继续哭，没问题。我怕你们有什么苦闷我不懂，然后回答不对啊，因为你们内心有时候表达不出来，我也了解啊，不然算了，不用问，看眼睛，等一下哭闹一下子然后就走了高兴哭了就走了。大概他们看情况啊，中国人人情比较多了，不是为了贪污了，我觉得懂吗？大家手下留情，留情啊，啊怎么道下留情啊，对对，就这样子了啊，有时候会这样，比方说暗是这样子这么看了，不过有时候那个情况里面不是这样那么清楚、啊、怀疑啊，不是有时候那个人真的被逼才这样啊，不是那个时候他被冤枉啊，都有了，嗯，所以他们中国人比较会念人情啊，会不会这么硬啊，所以收钱也不是为了贿赂而已，当然也会用在那个机关里面，也不是说为了自己贪给自己用，嗯，不是说贪污了，这个大概他们自己
造出来一种完全的法律。嗯，因为如果太硬的话，大家都一定死的。嗯，然后你们也没饭吃，统统都没什么。法律本来是无情的。嗯，就是中国人嘛，在那个无情的那个系统里面，还会完整的，大家互相容忍才能活下去。嗯，所以如果看情况不坏的话，也没关系。OK， 你自己不拿给自己用就好了。一毛不能拿给自己用。嗯，是什么？嗯，我的工作已经是个机关。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人给我送。嗯，我拿这些钱去帮助同修。嗯，有没有意见？可以嘛，你拿帮同修，同修不需要啊，同修不需要干嘛？不过那个送钱给你干嘛呢？看情况。就是人情，过年就是人情。啊，过年哈。你有帮助他很多吗？有一帮。OK OK， 那这算你额外的金钱，因为在美国或是在别的国家，如果你额外加班的话，就会有两倍钱的。OK， 如果你真正的有帮助人家的，真的好的帮助的，这个多拿一点，然后帮助需要的人也没关系。OK， 不过要看情况，这个我又不能说黑白这样，看那个真的是好的情况，听懂吗？比方说你真的帮助人，有帮助他生活的，不是说帮助他做坏，懂吗？哎，帮助他为了，因为有时候行政是太复杂嘛，所以你帮他冲一点快一点，比方说这样，给他生活也祝福，生意做得很顺，生意很顺，然后你不是为了贪污才弄，为了看情况办比较快一点啊，这人情的关系，懂了哈？比方说那个事情，如果其实你看了，你应该帮他的，因为他很可怜，他真的需要帮忙。即使他没有送你钱，你也会一定帮他忙的话 ，OK。那个后来他送你钱是没关系，我们是诚心要帮忙人呐、啊。那个后面人家给一点钱，那个不算。了解了哈。你应该做什么样，就一定那个人真的需要帮忙了啊！即使他没送钱，你也会帮了哦。那个时候就 OK 了 ，OK。亲爱的师父你好，我是大陆同修，在此代表同修敬祝师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大家都十分精进，相信通过努力修行，总有一天能见到师父。我的个人问题是，我希望师父祝福我修行进步。好，我祝福你修行进步，开大智慧。因为印心四年来，我不能体验到很强的光和阴流，周围火电力量很强，希望得到师父的加持，好好修行，好好修理我，我会努力的，谢谢师父。修理你？哦，我不敢修理同志们。修理你们，大家会认为我很凶。啊，不爱我？No no no， 呀，我知道了，大家都一样，他们告诉我很多了，你们不是第一批来吗？我都知道了。嗯，啊，想念哈，没认识也想念，奇怪。嗯、啊，不是说第一次来吗？都没认识也会想念啊？你们真奇怪。OK， 我懂了。不过大陆同修是最伟大的嘛，嗯，这种情况还可以修行，可以坚信的话，那可是对你们很好啊。这样子你们才能够认识自己多坚强、多伟大。嗯，如果情况太容易，有时候反而修行不好，不坚信、不珍惜。他们大陆同修就是最好的，嗯，我是很坚持、很诚心，所以体验比较好，嗯。呀、yeah, ，下一个。师父你好，我有个问题，请问师父，在印心的时候，观的阴流之声，好像小溪流在流动的声音，几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声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只要我一静下来就会听得到那个声音、有时很强有时很弱、请问师父、这种声音是不是我们的观音时的音流？是是是，我们小的时候心比较单纯，就是跟上帝常常沟通，到那个三四岁就忘了。哎，有的会继续做了一阵子，看你的心情，看你的心多单纯，哎呀，是对的。不过，不要执着在那边啊，就会停在那边了。OK， 不想没关系啦，啊，能听多少？有时候要调整一下啊、调整上我们调整那个收音机，懂不懂？啊，调一调啊，看看有没有改变一点，然后专心听，他会改。看新的那个声音，我们就要详细听那个声音，不是用耳朵听啊，用专心的那种新的听。它就会再扩大，你才能够突破那个 ，OK？ 因为有时候你们一直听，然后说啊习惯了嘛，就听就习惯了，连注意也不注意，所以才突不过去。亲爱的师父，我98年印心时，好像看到几种不同颜色的光闪亮而过，有时明，有时暗，像是隧道。我以为是眼花，当时观音使者问我有没有体验。我跟他说没有，对啊，后来看到师父的录像带才知道，我非常高兴，就告诉了别人，又听到很深厚的那个大合唱声音和钟声，但是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一些境界和声音的，反而越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每到打坐我都告诉我自己入境，可是反而不能入境，杂念特别多。我知道告诉别人体验是弟子违反戒律，不是戒律啦，不是什么违反戒律，就告诉你。今天向师父忏悔，请师父加持，让我迅速改变现状。要努力哦，不是说犯戒什么，那个不是说犯戒罪恶什么，不是啊，就是告诉你。保密就比较好，修行比较好而已。天机不能泄露嘛，就讲啊，我们中国人都讲啊，天机不能泄露，我在那边叭叭叭叭叭叭，要多努力啊，哎，多数人都这样子就失踪了，失去那个体验，讲话太多，上帝把门关起来，你漏掉了，懂吗？天堂的东西不属于这里，你讲太多就天堂很关，跟你跟那个比方说你跟政府工作是很亲密的一种器官，本来任何工作这边不能告诉任何人啊，因为你是特别的嘛，警官你就告诉别人啊，今天我又去看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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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谍的那个机构啊，明天我会去打破他们啊，然后就给人家消息都知道了，他们搬走了，比方说这样子。那当然那以后你那个官就不会正告了，因为政府不能信任你了，懂吗？他不踢你出去已经算很有人道了，所以他就留你在那边给你做小事情，没有那种亲密的那种信任的那种任务呀，懂了哈？啊，可以到努力，要努力，会了会，努力会。请问师父，在修方便法的时候，时常会听到声音，看到光，可是当我印心后，却听不到声音。在印心一年之中，只听到3次声音，但看不到光，这是为什么？大概你期待太多了，等一下把它处理，等一下打坐一下就好了，亲爱的师父你好，我是您印心快3年的大陆弟子，这是第一次来看师父，首先要万分感谢师父，让我能在修行很困难的时候见到您，谢谢。我有3个问题。一，因为修行不好，我经常因为自己的爱心太少而痛苦，恳请师父加持。第二，平常打坐，特别是最近支位眼的地方，压力感觉特别大。
在这个世界本来修行是困难的，嗯，加上一句我们自己有时候额外的世人的情况不一样，嗯，有压力，有压力就专心不足，就会这样啊。还有你打坐的时候、观光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啊 ，OK， 不要压迫自己。你现在看师父这样子紧不紧张啊？啊，不紧张 ，OK， 好。那你看在里面用智慧眼看也是这样而已 ，OK。不要在那边皱眉，因为这个跟我们看的跟我们眼睛没有关系的，知道吗？不是用眼睛看的啊，所以要用智慧看的话，要轻松跟现在看师父一样，不要在那边压力自己。哎呀，五分钟了，没看到光，奇怪。我本来是很大修行的人，转世的，怎么会这样？期待太多，期待太多，有时候也没光，嗯。而且哈，我们打坐的时候，要记得哈，身体哈很轻松，还有够温暖，不要太热，不要太冷，这样会让我们分心啊。然后打坐以前，如果不够专心，就可以放一点师父的音乐，如果有的话，嗯，或是唱一点歌啦，啊，嗯，什么哼哼这样子啊，几首这样。如果没有那个录音带的话，嗯，就放一点音乐，或是师父讲经呢，小小声的，就比较好几种 ，OK， 呀、yeah。还有很多原因，有时候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嗯。那就去外面，有时候跟人接触，有时候有一些时常也不是对我们很好。不过这世界这样子啊，去哪里都碰到业障，不然我们一心晚就去死算了，保留那个加持力，那个像那个师姐一心的时候光很大，什么什么，等一下又出去又跟别人高兴讲就没了。或是就去碰到别人等等哈，都很多情况都会把我们那个修行力量分走。不过还是保留在这个世界没关系，我们没有别人会拿到。嗯，像你丢掉一个戒指嘛，别人拿赚了没关系 ，OK。嗯，在这个世界修行慢，不过是最好的慢，因为我们又跟世界的业障共同嘛，最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修。嗯，在天堂不好修，你看上很多很多同修，他情况太好了，自由自在了，他修行体验不大好，反而情况很困难，他什么都缺少。如果修行很好，嗯，多数都这样，多数了啊，有特别情况。嗯，师父你好，见到你好高兴。我有两个问题：一，我在平常打坐观音时还有嗡嗡的声音，但是今天上午观音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请师父开示。大概看太多人了，声音的吓跑。要专心 ，OK， 不要管别人，不看别人。你来这边一个人而已，啊，你坐这边也是一个人，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大陆有一个小女孩，她是耳聋，但是她会哑语，哥哥姐姐都是同修，她今年20岁，可以应心吗？哑语是什么意思啊？她在用手表、哦、没问题啊，哑巴没关系啊，耳聋没关系，她可以，如果能够有人翻译给她听的话可以，能够有人哑语给她听吗？可以吗？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哑语翻译的，就可以给他印信 ，OK， 他能够听懂就好了。嗯，然后后来都是看书的嘛，他自己可以看啊，是吗？嗯，他可以看吗？耳聋目过可以看书吗？啊，那叫他懂了一些就 OK 了，从教理懂了印信的那个过程就 OK 了。嗯，古代的时候比较困难了、啊，没有那种方式嘛。亲爱的师父。您像一个非常可爱、美丽又淘气的小公主。我的问题是，我印心2天了，观音、观光、内在体验都很好，
当我回家后，不在师父身边，又要工作照顾家庭和小孩，只能打坐两个半小时。我怎样才能保持这样好的打坐效果？专心，专心，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体验。嗯、啊，你可以说有声音有光就 OK 了，不能讲详细。嗯、啊、嗯、啊，然后专心做什么都要念五气。嗯，睡觉以前要打坐一回，然后躺慢慢躺下来睡觉，心放这里。嗯、啊，天天这样子保持跟现在一样，尽量 OK。嗯。师父，小孩长期不听话、不配合，而且未应心，那我应该更爱心、更耐心的时间来感化他，还是要把他放下，自己精进修行，多照顾别的众生，以大我代替小我？小孩也要照顾了，他需要什么给他就好了，他不听话就不要太管那么多。嗯，就你自己管自己了。他几岁了？啊，十六，这个时候啊，小孩长大他比较挣扎，谁都一样。那十几岁那个很不好管，他自己也管不了自己，因为他身体突然间又长更大嘛，然后头脑又发达，什么都新鲜了。那总一个小孩子突然间变成大人，然后也不还不够大人的智慧，所以他自己也是很挣扎了。嗯、啊，你能耐心就耐 ，OK。不能的话、讨论嘛，比方说你不用管他，你写一封信给他，有什么有问题你写信放在他的那个枕头那边，他自己看，那、嗯、他能改就改，不改就算了 OK。 因为这样子不用吵架。嗯，师父，弟子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上帝既然创造了万物，他是否有以人的身体显现来度化众生？我不知道呢，你问大家看看，你们觉得有吗？有。有。还有第二个，阴流出现的时候有何特征？特征？特征？嗯、他不是，他是本来是你本心的 ，OK， 是你本心。你问的我不懂。我有一次呢，就是在那个梦中呢，也有会出现。出现阴流，看是还是啊？对对，可以可以，对，这也是也是。它出现的形式那是不一样的。啊，对对对，不一定是你做的时候它才来，嗯，专心一专心就有了。它会以光的时候往下。也会跟光，有时候你光的时候也看听到很大的声音，都有，嗯。我也有时候阴就是光，光就是阴嘛，就不同的那种品质，像那个水和那个冰块一样。有时候我们睡觉，不过因为师父有带我们去嘛，所以就才有体验。做梦也是一种体验，不是说常常都是乱七八糟的梦而已。你专心的时候，你还没睡觉以前专心的，所以就是体验。呀，呀。第三个问题。入定的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入定过？告诉他。嗯，来，大概还没入过，我是这样。没什么标准的，就是如果你很清醒的话，你会感觉自己身体都很舒服，有时候身体也不存在了，全部都是光，而是整个宇宙都是统一体。然后你感觉的你是跟花一样，跟草一样，跟树木一样，跟别人一样，跟动物一样，跟昆虫也一样，统统都是你的。那个是比较高境界，平常的话坐得很舒服，这样就是算入定。好像我们身体都麻麻的，然后身都空空的，很温温暖暖的，就不想起来。飞起来也有，飞起来也是一种入定的体验。你入定的时候，这个灵体飞出去啊，所以才感觉这样子。太好了 ，OK， 恭喜恭喜，嗯，恭喜大家。第四个问题，开悟是我意味着灵魂到达了某种境界，自己就会明白。会啊，会，自己会明白。第五个问题，高境界的时候呀。
检查自己修行是否进步有何标准？都是标准的，不是检查了，有时候我们有体验，等一下明天我们就忘记了，是常常写下来，然后偶尔再看一看，知道啊，原来我修行还不错呢，五月看到师父啊，那个明年五月再看到他一次，一年看一次，比方说这样，然后看到什么光什么东西啊，就给自己记得嘛，跟日记一样，有时候美好的时光我们忘记嘛，很快所以把录影机录起来，把那个叫声机叫一叫，我是用笔录，以前没有这些人家是用笔录嘛，说哦，今天碰到什么美人啊，然后昨天看到什么仇人啊等等，这样子给自己看嘛， OK， 就像你香水也是这样子啊，要记录起来哈，以后才知道自己有进步嘛，这样子为了自己了解自己，不写也没关系啊，身心快乐 OK， 不用写，就开始要写，为自己要看嘛，这后来太多体验，有些人懒得写，写不完他就不写了，因为佛教经典才那么多，每个人写一本嘛，知道吗？ 佛那个时候很多弟子嘛，每人写一本，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写几本。师父，我印心时没有看到光，但是有阴流，修行四年多一直没有光，请师父给我光的体验。虽然没有光，但是我和我的家人都得到了你佛力帮助，尤其是我先生，师父在他打坐时给他很好体验，他现在也很想印心，在此我代表全家感谢师父，祝师父佛体安康。OK， 谢谢。那个光哈，有时候很微细哈，你们不注意，它就过去了。有时候它闪一闪，有时候一刹那而已就没了。不过这个一刹那在那个永恒时间里面呢，就是永恒的，懂吗？因为在永恒空境界上面，没有时间性，跟我们一样。没有像下午、中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刹那、两刹那，没有。它永远就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有多数的人因为白天工作多嘛，还有身体疲倦，打坐的时候第一打瞌睡，第二头脑太复杂了，在那边想东想西，想那个工作嘛，或者想家人烦躁的事情，特别那个还没打坐以前发生那个，哇，是忘不了。所以打坐的时候有一些人难得到这种平静的境界，不过睡觉的时候师父都会带走，所以生活才越来越舒服，爱心越来越发达，爱心耐心什么智慧都发达，就表示说都是有光了， OK， 你又不怕，只要一心了以后大家都安全了，我保证嘛， OK。非凡的观众，感谢你一同收看今本日来师徒之间节目，认识自家的未来，认识自己，请收听无上士电视台，观赏更加多正面的节目。接下来播出慈悲之言，所罗亚斯德高僧俗慈悲圣灵二六体育之三种，二十之一，愿深爱长出你迷离的心中。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supremastertv.com/DMD